来，黄哥，这边坐。来，黄哥，抽根烟。我们老板只吸自己的烟，那我给黄哥点上。进来。黄哥，这就是最近演玉明公主的樊建玲，贼他妈清纯。黄哥，这怎么样啊？懂不懂事啊？过来给黄哥倒酒。你们玩，我去透透气。怎么了，黄哥？皇后让你为自己望望，然而一闭眼，皇子头上的面容格外清晰。他浅青色的裙摆，又那柔软的手指，都让他颇为烦躁。您不记得我了吗？我们以前见过的。您不喜欢这里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天好不好？滚，别烦我。他这辈子第一次明白一个道理，这辈子就不能遇见和你认真的人。黄浩然记得，初三的木之人是喜欢一人的，哪怕弟弟恶意的笑着，依旧掩盖不了对无疑特殊的喜爱。黄浩然也喜爱他，喜爱到笑到木之人泪垂。无神，这些花送你。谁让你家花了？这种又丑又养不活。听说你新家很好玩，别难过了。我走了，你会想我吗？嗯，会的。会想念这个年少时为了自己打凉气，笨拙的给多肉浇水，结果不小心淋死植物的暴躁少年。我不讨厌你。我很喜欢你。嗯，我知道。就这样，你倒是说说别的呀，同不同意给个话。成为你是遗憾，曲终人散，灯火一阑珊，风雪留一人。我不讨厌你，我很喜欢你。嗯，我知道。就这样，你倒是说说别的呀，同不同意给个话。我说了你要生气。闭嘴，不许说。什么都不许说。哼，对蠢货就那么好，为什么你当初对我就那么差？你记错了。我记性好着呢。我想想，你这么对我，我一直都还没和你算账呢。不如给我当媳妇儿吧。吴莹莹，你找死啊！吴莹莹，你。这个我要了，那个是非卖品，我出两倍的价格。怎么，你们有钱的不赚吗？你这副表情什么意思啊？叫你们说得上话的人来跟我谈。其实林七今天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块表，他什么好东西没有见过，他是为了谁他自己清楚。那年跟在他身边被他当成狗一样使唤的男人，如今成了他高攀不起的存在。你想和他在一起？成，我帮你。过两天有个酒会，黄浩然会去，我也去。到时候我帮你搞张请帖，你也去。喂，我带你去看热闹。不去。哦，长大了倒有点脾气。你都不问问是什么热闹？你的好奇心死了吗，吴莹莹？什么都不想知道。热闹就是，看
看我哥发骚。嗯，我当年见过一次，他那个人心气高，也有魄力，但是锐气太盛，在生意场上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我身体不适，下次再陪您聊。行，你去忙，年轻人总有忙不完的事儿。刚才的酒有问题。黄浩然先生，林七小姐让我告诉你，她带着一位叫吴莹莹的小姐往楼上走。刚刚有男人进来没有？林七小姐，如果你要找黄先生，我家黄少说你可以上楼去看场戏。因为你是遗憾，曲终人散，灯火一阑珊，风吹柳雨人生。别怕，我给你解开。樊建玲儿找来了。嘘，小点声，我没聋，但是你这么大声我哥也听不到。你看他不很沉醉蹲在那女人脚边吗？好，你就近距离看看。你快走吧，你弟弟不怀好意，估计一会儿就要来人了。你车呢？老板，你没事吧？你快点走啊，上车。你快点松手啊，上车。老板好像不太对劲，吴小姐，你也要离开这里，一起上车吧。清醒，别再靠近了。别生气，我向你道歉，我是被吓到了，是我不好，先回家，我给你请个医生好不好？不是很讨厌我吗？你还管我做什么？
不讨厌你，我崇拜你。帖子，出去。这个口是心非的男人，你配合一点，就当是给宠物换衣服了。自己脱裤子。难忘相思一语寡欢，我饮酒抚琴案，酒醉后慌乱。你回去也有段时间了，先前我一直劝你和李兹在一起，你不愿意，看来你是有喜欢的人了。我也不是那么死板的人，只不过有生之年也想看着你后代出生，你不会这么点愿望都不满足我吧？当然不会。这就好，我见视频里那两个女孩都不错，你喜欢哪一个？陈老家有监控，他站住找不到我的软肋，这件事终究失控了。看来他还不确定谁是我心上人，选谁都不行，选了樊建灵儿，月三就知道我恋慕吴莹莹，可选了吴莹莹，以后他就得和我绑在一起。三爷，她叫吴莹莹，年龄还太小了，以后我带她回海岛看你。好，把那个叫樊建灵儿的带来海岛做客，黄浩然那边认真盯着。现在怎么办？为了骗过三爷，必须和吴莹莹在一起，并且表面得表现爱她，背地里还得表现反感的。忧心海岛的樊建灵儿